吴宝琪近日是非前身，先被歌手韩子亮大巴去港版吴亦凡的渣男，之后再有自称 Anissa 的女子在社交网站怒插宝琪以相同的对话挑逗他和他的好朋友，约女食嘢的声带流出。我都喜欢食嘢，咁系中意互相食嘢都好紧要嘅。当中仲有猥琐评论女性胸部的截图，宝琪一直深切未有回应，反而女友张佩乐沙律就撑到底。沙律上载性感相派福利，而只用男友视角，着上一件小背心，身体微微向前倾，尽显其35E的美好身段。男友宝琪即刻相片中留下心形示爱。不过韩子亮似乎仲有好多料要爆，琴喺 IG Story 留言表示，或者会有更多的事会公开。